一个探测器技术界所担红的是安文迪，新北市油气公司进前三检公司的这胡椒粉的产品，所检出有这所担红色素。这卫生局去抽检相关的产品，送去食药署来检验确认，这批技术有问题产品差不多170公斤，拢已经流向新北市等等十个县市，已经要求业者爱心合格回收。就是这间藏在新北泰山巷仔路内的油气公司，礼拜铁门扭落来，大门锁掉的，外口看袂出来有任何看板还是标志，因为传出油气公司进前上验家己伫卖的乌胡椒产品，验出苏丹红三号甲四号。他黑胡椒自己送验有验出苏丹红。那我不知道，他卖什么我们不知道，做门拢条规。对啊，门都关起来了，我们到底是卖什么不知道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接到油气公司通报了后，二拉道派员去这间公司抽验相关产品，并送食药署进一步检验确认。啊，不过稽查发现，这些好亲像苏丹红的问题产品，恐惊已经流向新北、新竹县，也有台中、彰化、云林等十县市，已经要求业者拢落来回收。经查，该批产品生产约170公斤，那在检验结果尚未确认之前，已要求业者先行下架。新北卫生局讲，检验结果差不多需要一礼拜时间。在检验结果还未公布之前，已经要求业者先把这批产品拢录落来，阁通报外管局卫生局进行查核。台北市卫生局嘛发声明，要求相关的业者都要配合预防性，拢提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